嗨，嗨，你们知道今天我们来要干嘛吗？不知道。我只记得他们跟我说要拍一个 vlog， 我只知道他们说跟大鱼一起。所以你们接到的讯息就是很片段，就是今天要拍个 vlog， 然后你们互相要在一起。对，好，其实事情大概是这样的，就是因为两位已经见面三次，但还是觉得两个人其实很不熟，然后就会很担心说你们之后如果要出去拍 vlog 或是一起去拍财产车之类的，都会略尴尬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说两个人今天来出去一起吃个饭，然后认识一下，这样可以吗？必须要说就是大鱼姐这种，
是一个习惯啦。一定要这样吗？不这样，他会说你为什么没叫我姐吗？你不这样的话，有的人就会私底下心里就会有点高兴。他不一定要表现出来，但是他就会觉得你怎么没有礼貌。好像是这样。那你之前跟六探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也用这种方法跟他说？没有，但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有点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也很尴尬，比我第一次遇到你还尴尬。就是对，你好这种，那就是啊。然后我忘记了，但我只记得就是尴尬到也不行。哎，你好，你他一般人都是怎么打的？是工作哦，工作生意的时候，我才会把自己就是凝聚起来。你好，然后因为今天是交朋友嘛，就不需要这样。好哦，很开心今天来吃饭。对，很开心耶！耶！你要回来睡觉了？我回去整理我衣服，刚刚跟乐深山一样，也可以拍一个影片。你不是要拍影片吗？你要上片了没？我这里不好，怎么拍？赶快上片！赶快上片！赶快上片！嘿，好的，你要来开心吗？要什么开心？那你觉得大宇这个人好聊吗？哦，还 OK 啊。那有因为这个举饭局，就是对大宇更有认识吗？一定会的啊，因为就是眼前就只有他，你只能认识他。Yeah. 谢谢，希望以后常常遇到大雨，常常遇到你们。没问题，拜拜。